反对同婚的这一方，他们发起公投开始，其实他们做的各种的宣传都是在抹黑，都是在强化跟动员这个社会对于同志的污名跟恐惧。同志运动当然不会在这里就挫败，然后就不再继续。唯一的保护伞就是洛桑协议，只有这个洛桑协议能够让我们的选手能够发挥我们的舞台。